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。43岁歌手谢金燕去年历经父亲诸葛亮病逝，前陈之年底才以掩盖面目之姿唱一首新歌，取名有关口罩，此后展开他五官进化之旅。农历年间一场企业尾牙流出他无码脸部照片，五官呈现剧烈精致化，昨他现身大溪唱歌，又展示最新脸部样貌。谢金燕五官发生变化可追溯至去年9月，当时她受邀去时装周，11月又为时尚杂志拍照，年底跨年首度以新脸示人，期间鲜少在台公开演出，至昨才有露脸。这次她表演一样充满道具，台上出现了篮球还有购物车，外加类似抱枕的填充物，全场道具满天飞。但远看时，在未开口的状况下要认出是谢金燕的难度不低，昨他自豪现场有8万人。谢金燕现身大溪表演。翻社自脸书，谢金燕现身大溪表演。翻社自 IG, 谢金燕现身大溪表演。翻社自 IG。